杭折横，要细一点。这横画都是向左探出去，要长短要变化，撇，口尽量往上面靠。这个横一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这两点高低错位，前面两横要稍微短一点，第三横要稍微长一点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用悬针手。生撇由粗到细，竖画在横画中间，要垂直。第三横略比上面两横长一点，间距均等，长短也有变化。阳。撇要粗，竖画在撇的中间偏下，竖提，横着勾，提按，然后向左下方斜行笔。勾上去，竖画要垂直，高低要错位。注意这个单人旁在右边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往右下方去一点，这个往斜的，浮，横撇分成两笔书写。一个横，一个撇，注意这个口倒梯形，横拖住这个竖的话，这个竖向下出头，挡住这个横。那我们看一下横笔等距，这个宽窄要对比。往中间斜。